咁我哋跟 Jackets 啦嚇，首先就發講完個頭，所以我哋未介紹大家嘅，咁我不如介紹下先啦，你自己介紹啦，邊位？嗰位同學。Tony Lau， 啊，邊年畢業？87。啊，Pascal 咯。我係 Champion 87年。Mike Chang 86。Dixon 87。咁啊，好開心啦，可以入到嚟總決賽啦。咁以後我哋會參即係呢個參賽歌曲咧，就 Eagles 一首舊歌，就係叫 Love Will Keep Us Alive。咁呢首歌咧係喺94年咧 ，Eagles 咧經過15年，佢哋就 take 咗個 break 之後咧，就再翻嚟樂壇咧，再寫嘅一首歌。咁啊，其實都幾有意思嘅，因為我哋以前咧20幾年前、80幾年咧，我哋都係夾 band 嘅學校。咁啊，跟住就大家各奔前程啦。咁可能呢個機會多謝華一家啦，俾個機會我哋嚇搞到民歌比賽，我哋參加咗。咁就係一齊可以再翻嚟，可以一齊夾下歌、唱下歌。咁所以呢首歌好有意義，就 Love Will Keep Us Alive。開始啦，好嘛？好，一陣先。有冇聲？呢支吉他問下得咪知咯。有。有冇？有。好細聲。When we're hungry, love will keep us.
Seven Bridges Road， 咁呢首歌咧，其實嘅故仔就係講喺呢個美國嘅 Alabama， 咁一個南部嘅城市啦。咁佢個故仔嚟講嘅人咧，就坐架車行過七條嘅橋。咁當然啦，個風光啲橋又好靚，有啲橋咧就好差，見到啲人都好慘。咁咧就比喻翻咧，其實人咧真係好多時咧都行唔同嘅路。咁其實我哋夾 band 一樣，每個人學生啊出嚟做都係，咁就要睇下你感受。當然，如果你用個好唔開心嘅感受一條路嘅時候，你好唔開心。但係如果咧當選擇好開心嘅時候咧，其實咧個效果都很好喎。啱啊，兄弟。好啦，我哋試乜嘢 ？Seven Bridges Road。最後一隊的參賽隊伍了噃 ，OK， 好，咁啊緊張嘅時候咧，馬上開始，我哋交俾呢一隊 Lost Talent， 俾啲掌聲佢啊！